好，带你看到山竹台风中午在高雄小港已经登陆之后，目前在宜兰这边的风雨状况是如何？连线给记者温友莲告诉我们，友莲。 好，各位观众，马上带你们来关心宜兰目前的最新状况。那在昨天晚上下了滂沱大雨之后，现在现场的风势已经有稍微趋缓了。那现在目前我们就在苏澳这边的沿岸，好，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海巡人员也已经来到这边巡逻。因为呢，虽然说今天的风雨比较小，但是海边的浪高还是蛮明显的。你可以看到呢，目前在沿岸这边的海浪呢，跟昨天相比也是有明显的增加。根据气象署今天早上最新的观测呢，今天 在宜兰沿岸这边的浪高已经有掀起4米以上的高度，因此提醒大家，即便今天是放台风假，也尽量是要避免前往海边来活动。好，另外呢，你也看到现在目前现场呢是没有什么民众来到这边观浪的。不过呢，其实我们昨天也有来到这里，是有很多人。因此呢，其实今天虽然现场没有雨，但是呢，这个风浪还是逐渐增强，提醒大家是尽量不要靠近。那明天会放这个台风假吗？根据气象署他们今天最新的报告显示呢，这个 宜兰这边的雨量也是有达到警戒值的标准，但是还是要看稍后晚上这边县府的最新公告。好，那么以上是我们现场最新状况，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。